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师。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手机是 HTC U11 Plus。那我们来看一下 HTC U11 Plus 这次出的详细规格吧。屏幕采用6寸 QHD， 用 JDI 的面板，拥有18:9以及堪比第5代大猩猩的玻璃。那 CPU 采取高通835，机体有 4G 以及 6G， 那主动空间有 64GB 以及 128GB， 并且可以扩充记忆体到 2TB。 相机部分，主镜头有1200画素，拥有 f1.7 的光圈，支援 OIS 以及 EIS。 前镜头的部分有800万的画素，拥有 f2.0 光圈，支持85度的广角。电池的部分拥有3930毫安时。前挡部分呢，支援 QC 3.0 的快充、NFC、防水防尘等级 IP68、USB 3.0 的 Type C， 支援全屏以及 4CA 载波聚合。好，以上的是我们 HTC U11 的主要规格。那这次 HTC U11 呢，有一个功能叫 HLauncher， 它呢是一个小圆环，可以让你防止常用的 APP。短握短压之后呢，侧框可以让你自行调整 APP 的位置，那使用者可以用单手就可以点击你常用的 APP 咯。那录影的部分呢，主镜头支援 4K 录影，前镜头支援 1080p， 而这次 U11 Plus 的指纹辨识则放置在主镜头的下方。最后来说一下 HTC U11 Plus 的颜色，总共有3种，一种为透视黑、极净黑、渲染银，而其中透视黑呢，只是采用半透明背带银，可以看到 NFC 的线圈。以上是大师对 HTC U11 的一些简单的介绍。那大师对这次 HTC U11 Plus 的整体评价算是蛮高的。而 HTC U11 Plus 呢，官方售价呢，储存空间 128GB， 记忆体 6GB 是21,900元，而储存空间 64GB， 记忆体 4G 则是 19,900元。那以上呢是大师对于 HTC U11 Plus 的一些简单的介绍。那喜欢我频道，欢迎到我频道左下方的图片和订阅，欢迎到粉丝页按赞以追踪这些消息。谢谢大家这次收看哦，拜拜。